你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课文《毛里求斯的赛卡歌舞》。Today, we shall read the text entitled Siga Music and Dance of Mauritiu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lesson, you're expected to read the text with the appropriat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Understand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阅读开始。周末，我走在海边，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有的敲着三角铁，有的打着拉腕鼓，有的在中间跳着舞，还有的用克里奥尔语唱着歌。场面很热闹，吸引了很多游客。这就是毛里求斯著名的赛卡歌舞。很多毛里求斯人都是伴随着赛卡歌舞长大的。据说，赛卡歌舞是奴隶创作的。很久以前，奴隶生活很苦，他们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经过一天的劳动后，晚上，大家围在一起，又唱又跳。忘却一天的烦恼和疲劳。后来，在齐菲尔的努力推广下，渐渐的，赛卡歌舞被当地人接受和喜爱，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无论是在海边、在家庭聚会，还是在酒店，到处都能看到赛卡歌舞的表演。赛卡的歌词随意，舞步简单。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跟着大声唱，也可以跟着一起跳。赛卡歌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受人们的喜爱。练习回答问题。第一题：毛里求斯有名的歌舞是什么？毛里求斯有名的歌舞是什么？答案：毛里求斯有名的歌舞是赛卡歌舞。第二题：赛卡歌舞是谁创作的？赛卡歌舞是谁创作的？
答案：塞卡歌舞是奴隶创作的。第三题，奴隶们晚上常常一起做什么？奴隶们晚上常常一起做什么？答案：奴隶们晚上常常围在一起，又唱又跳，忘却一天的烦恼和疲劳。第四题，在哪些场合可以看到塞卡歌舞？在哪些场合可以看到塞卡歌舞？答案：在海边，在家庭聚会，或者在酒店，都可以看到塞卡歌舞。第五题，塞卡歌舞有什么特点？塞卡歌舞有什么特点？答案：塞卡歌舞的特点是歌词随意，舞步简单。第六题，根据课文说说疲劳的意思。根据课文说说疲劳的意思。答案：疲劳的意思是累。第七题，根据课文说说渐渐的的意思。根据课文说说渐渐的的意思。答案：渐渐的的意思是逐渐的，慢慢的。总结：周末我走在海边，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有的敲着三角铁，有的打着拉腕鼓，有的在中间跳着舞，还有的用克里奥尔语唱着歌。场面很热闹，吸引了很多游客。这就是毛里求斯著名的塞卡歌舞。很多毛里求斯人都是伴随着塞卡歌舞长大的。据说塞卡歌舞是奴隶创作的。很久以前，奴隶生活很苦，他们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经过一天的劳动后，晚上
大家围在一起，又唱又跳，忘却一天的烦恼和疲劳。后来，在齐菲尔的努力推广下，渐渐的，塞卡歌舞被当地人接受和喜爱，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无论是在海边、在家庭聚会，还是在酒店，到处都能看到塞卡歌舞的表演。塞卡的歌词随意，舞步简单，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跟着大声唱，也可以跟着一起跳。塞卡歌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受人们的喜爱。阅读练习结束。希望你们喜欢这堂课。Hope you have enjoyed this lesson. 再见。